今天的课宴进山区，就一起来看看大风哥要来教我们什么客家谚语。寒烟侵山区，欢迎收看寒烟侵山区。我是大风哥，今天我教大家的是是非你你有唔通吃眼膜。这个的意思是说啊，劝人要能判定是非，勿轻信口耳转述虚构不实的传闻。举例来说，小华听到阿德在公司里说别人的是非八卦，劝阿德要是非你你有唔通吃眼膜，不要随便乱说这些不实的传闻。太嘎听爱够娘一拜，是非你你有唔通吃眼膜。暗自说，张磊了。